好，大家好，我是你们的乐乐，欢迎回来我们的频道啊！如您所见，这就是一个时装周经典的开局，对，这是一个大活动的经典开局，对。然后呢，现在在巴黎，今天呢是7月2号，从今天开始的一周，就是高定时装周，对的，嗯。那高定呢，就是最近就特别火嘛，是啊，明星要穿高定，要穿首穿啊，大家都在卷高定，然后谁是高定玩家也真的很厉害，对，啊、哪些牌子是高定，哪些牌子不是高定也真的很厉害，对。所以呢，本期 vlog 我就带大家去体验一下高定秀场，带大家去看一下为时尚圈食物链顶端是什么样的风景。那今天晚上呢，我们会先带大家去看一场陈衣秀。对，来自于 Alaya， 就 Alaya 呢是时装大师阿加丁 Alaya 所创造的一个品牌，然后现在呢就是由时尚圈一对著名的时尚康蜜，哇，这个词，过了中文6级，就他的主设计师 Peter 啊，现在是执掌了 Alaya， 然后呢他的伴侣啊。Matthew Blazy 执掌了 BV， 这两个品牌都是我们私心很喜欢的，觉得品味非常好的两个品牌。是的。然后虽然 Alaya 它本次呢是一个陈衣秀，它是在整个高定时装周前面一天对发布，啊，力压高定，意思就是。它虽然是一个成衣品牌，但其实在它的店里面你是可以买得到就是 semi couture 的。对，这次的戛纳巩俐也穿了 Alaya， 所以就让人非常期待。就品牌来邀请我们的时候我就很意外，因为 Alaya 这个品牌就出了名的秀场只请时装编辑和艺术家。对，然后呢我们问一下我们的 title 是什么，相声表演艺术家。中国传统艺术啊，对。然后呢就是艺术调调很浓郁的 Alaya， 他的邀请函不走寻常路，送了一个马桶圈子。噔噔噔噔，它是一个可折叠的一个小马扎，4A 级景区必备。然后这边写了Alaya， 是一个激光雕刻皮革的一个工艺啊。然后我们一会儿呢就会带着这个小凳子，就自带板凳，自带板凳去看秀。我觉得秀场门口应该一派滑稽的景象，大家手上都揣一个皮揣子。你现在做什么？我现在要把一颗巴洛克珍珠缝在我要穿的衣服上，马上要去看Alaya 的秀了。然后呢我特别喜欢有一季它就是它的 nipple 是一个珍珠的 look， 但是呢阿拉雅没有男装嘛，所以呢我就准备把它缝在我要穿的衣服上面。我的 nipple 是一颗珍珠。现在呢就来到了秀场的举办地，那它在一个桥上，对面是巴黎大皇宫，后面有什么，后面有一些巴黎的建筑。是的，我发现越来越多的品牌喜欢在桥上面办秀，这个地点还蛮独特的。是的，而且现在就是在巴黎当地时间也来到了差不多晚上8点钟，这个时间点正是在欧洲太阳要往下落的时候，所以在走秀的过程中希望我们也可以看到很美的夕阳，应该是会有人影在夕阳里面隐隐绰绰的感觉，我们期待一下吧。
太美了，对吧？美到窒息，太美了。我就之前我在想，有什么就是还衣服还能怎么做？但这一场之后又突破我的想象，我的想象还是有限，你知道吗？就是已经比 BV 上去好几层了。不好意思，我以为 Bottega 已经是，我以为 Bottega 已经是很美了。然后这一季的 Alaya。就是任何人不知道这一季我都会哭好吗？大家赶紧去关注一下。The next morning， 今天非常爽的一天，就是在繁忙的高顶洲行程当中有那么一天啊是休息的。今天呢，就是我们特地就是没有安排工作，原因是因为我们团队的那个摄影师那个帅哥，对，今天生日，然后呢，就时尚圈你知道，就是工作节奏特别的忙，然后他都没有就是在家里跟自己家人过生日，还跑过来跟我们一起就是。走时装周的行程，所以我们就想说，给他一个惊喜，去一个蛋糕店，然后想给他买一个生日蛋糕。巴黎刚下完雨，我感觉现在路上很像那个巴黎地下室里面的模特。巴黎地下室好像长。但是下完雨以后，感觉巴黎。到了，哇，这家店还哇，好美，这个花店，巴黎店在这儿，这家店还蛮近的，走路就可以到，然后好像是一家比较网红的店，但是同时很多人都说很好吃，所以来看一下。发起来这个蛋糕，对，据说这个很好吃，那叫有亏到飞，这个这包好好看啊，这个蛋糕，那巧克力蛋糕也好，这蛋糕好好看，还有红丝绒哎，对，巧克力红丝绒，这个是树莓，然后后面是草莓，后面是草莓，然后好像个派，我感觉这个比较像一个蛋糕，而且很艺术。我们现在已经买完了。买了个六人份，但是我觉得应该四个人也能吃完。你应该吃两份。没有没有，应该吃三份。这个是我的了，你们再去买一个吧。然后现在呢，就是进一个晚上的餐厅。James 呢，他特别喜欢吃日料，所以就想说订一个日料，因为他每天跟着我们吃中国爆炒。吃的有些有力。对，订个日料，因为日料就是，晚上也可以吃个长寿面，对，还蛮好的。刚刚我们在这边盘算，就是要怎么样把蛋糕给摄影师，然后摄影师就走那边，这样走了进来，吓死我了。然后蛋糕就放在这儿，然后摄影师走了进来，然后立刻就要站起来，你怎么回来了？屁股撞上去。蛋糕把它支走了，让他先回房间，然后一会儿我们把那个蛋糕再拿上去。现在我们来最后组装一下这个蛋糕，这个是蛋糕 Royal Anniversaire。蛋糕店跟我说是 Happy Birthday 的，哦，好酸啊，这个蛋糕。我们不会还没有吃饭就把它吃掉了吧？谢谢。然后有这个火箭筒，哎，这火箭筒在酒店里面装上不会爆火警吧？裂了，裂了。No！ 哇，这个真的要裂了，那个 Happy Birthday 要裂了，快走，快走，快走，快快快！这打火机怎么用啊？我都说你炸饭了，没炸饭。离太远了。啊，都行都行都行，好像着，哎，
唱生日歌吧。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to James, happy birthday to you. 好，很快，我就想说这个是，这个到底是什么？快快快！我怕这个，哇，这个巧克力裂了。对，因为它是一个很松软的蛋糕。当然，这是他们的 house special。哇，谢谢。来来来我看你们怎么点，我不知道是不是点法，因为你看它的那个爆炸那个药粉在里面，有，他插反了呀，他说这一头，无语了都，我跟你说了插反了，你们还不相信，是不是把上面插干？哇 ，OK，Happy birthday to you，Happy birthday to you。你下要歪了，给你扶正。我这个，这不会烧到一直烧好久。在想我们在那里讨论什么东西。这红色的果酱。啊、我没有料到。你没看到吗？我看到你们的时候，我以为你们就是在。但你刚进来的时候。我都吓死了，因为那蛋糕就放在桌子上。他说大赶紧挡了一下，害怕你看到。哦，好好吃啊，有那个椰子的味道。嗯，哎呀，这夹的挺脆的呀，很像脆香米。吃了手指会变黑的吗？哎呀，很不错呀。嗯，味道真的蛮好的呀。突然下雨，天降雨水，要发财了。对，今年是个丰收年。路上的人都穿着锦衣华服，然后做鸟兽散。托这位寿星的福，我们开始吃日料了。这是一个白芦笋，但我不知道这是不是新鲜的白芦笋，应该是新鲜的。然后这是一个泡菜。好了，到早，请吃吧。吃个白萝卜吧。怎么了？这表情。你爱四川泡菜好吃一点。哇，好新鲜的 tuna， 真的好新鲜。伦敦的 tuna 都是黑色的。给大家看这个烧茄子，好可爱呀！感觉很像幼儿园小朋友会吃的那种玩具。它上面是 cheese。其实都是可以流动的。这位仁兄已经吃到爆衣了，脱衣服了。可以可以，给大家检验一下最近的健身成果。最近为了穿背心，你看我多努力。好了 ，You deserve this， 吃下去吧 ，Albertine。这个萝卜也太美了吧！这是真实存在的萝卜吗？一个大理石萝卜，你看，好像五花肉。对啊。啊，我的最爱味增鳕鱼。太好吃哎！让你吃鱼，吃萝卜。好，我来吃一下。哎，还不错哎。观众老爷先吃。啊！吃着吃着，下起了暴雨。是要把这个城市的浮华荡涤干净。我们吃着吃着，整个饭店没电了，可能是因为外面暴雨。那绿杯灯还有电。对，绿杯灯还有电。LV 还有电，我们没电了，我们的电被 LV 抢走了。这是蹦迪吗？在我感觉可能电力都蹦给厨房了，没了又动次打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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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去那 LV 也关了。LV 也没见了。LV 也没见了吗？好了，我回来了。你看这个饭店里面硬气灯都出来了。今天真的好特别哦。Tomorrow， 今天是我们高定州行程最忙的一天，因为今天有三场秀。那我们一件一件事情来。今天第一场秀呢，就是巴黎世家。噔噔噔噔，巴黎世家的邀请函，给大家拆一下。Balenciaga Couture, Dear Aha Lolo, Balenciaga is pleased to invite you to a presentation of the 52nd Couture Collection by Damna. 啊，巴黎世家的那个秀场我们都很期待。然后呢，它的高定 Salon 其实在过去一年里面一直在就是 refurbish， 在翻修。今天呢，其实也是可以一睹真容，看它到底修的怎么样。然后随这个修的比之前更破了。修得更私密了，会不会说话？修得更叙利亚了。然后给大家看一下，就是随这个邀请函一起来的呢，有一个特别的一个伴手礼，上面写着 Balenciaga Couture， 打开来之后叮叮叮叮，可以看到它是一个像一个手环一样的一个装饰吧，但实际上它是一个在高定手工坊或者说高级制衣的 atelier 里面工匠们常常会用的一个东西，叫做 pin holder。 真正的这个 pin holder 其实这一部分都是带磁铁的，如果你平时就在缝衣服的那些针啊什么的，你不用的时候就可以吸在上面，但因为它这个是装饰作用，所以它是吸男人。你巴黎世家的男人都是富哥，你带着一个这个不吸巴黎世家的男人吗？接下来呢，就是大家跟我过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这次为本次高定秀场准备的衣服吧。噔噔噔噔，我准备了两个 piece， 一个是他们家就是还挺标志性的一个黑色的蝴蝶结的衬衫，然后它的质感是这种丝质的，下面配了一个配套的长裙。然后如果你是一个眼尖的小可爱，你会发现这套衣服在上一次的巴黎世家高定秀场当中有一位大咖已经穿过了，那就是杨紫琼。你只挑大咖穿过的衣服？就是说撞衫这个事情就是在女明星之间很忌讳，但我没关系，因为我是女网红。我觉得这整套是比较具有代表性的，可以代表巴黎世家整个品牌当中比较优雅的那一面。今天是一个端庄的啊哈，然后呢，就是和我端庄的衣服形成鲜明对比的，我给大家看一下露露的衣服，好吧？这是露露要穿去秀场的衣服，正反面展示一下啊，一目了然啊，一叶障目。一叶障目，障什么目？它的灵感来源呢，就来自于巴黎世家品牌里面啊，比较反叛的那一面。我们昨天悄悄试过了，两个人站在一起非常的有戏剧张力啊。那废话不多说，我们再稍微准备准备，然后立刻就出发去秀场吧。我上不去。嘿喂。Let's get it. Popping the bottles, stay deep. Yeah, we're dancing, stay deep. This place has got me high, stay deep, high, stay deep, high, stay deep. Yeah, we're popping the bottles, stay deep. Yeah, we're dancing, stay deep. This place has got me feisty, feisty, feisty. Let's get it. Look at the iPhone. Look at the iPhone. Party, party, love you.Thank you.
Because it was a bit more, a bit less evening and more casual kind of look. Casual couture. Casual couture. I mean casual, but it takes 2.5 months to paint this pair of jeans. It's like, it's casual, but not, you know, very complex to me. So that's also what I like about couture. It shouldn't always be in your face and like, okay, this is a gorgeous dress. You know, you see. I like the couture that you see, but I also like couture that you don't see. I think that's also a big part of who I am making clothes, but also a big part of who Cristobal Balenciaga was. And you know, I think this collection kind of had this balance in it that I tried to bring. 我们现在已经看完了，然后很赶很赶很赶，我们现在要去看《上坡过铁》。对，然后当中间隔大概只有一个小时，我们要回去换装。够了，也没有穿什么衣服那一套。我们就是时尚界的极速拍档。你这套还少吗？差不多吧。大师傅以待一下，我们赶紧去。浩然，我们先走了。拜拜拜拜。哇，刘浩然在我后面呀，他在后面的车，他在后面的车呀，对，他在和那个巴西站的缪斯拍照，那个92年的缪斯，对，显得刘浩然像那个12年的一样。刘源5 minutes later, outfit check 一下，我们现在呢就换了一套去看 Jean-Paul Gaultier 的看秀装束，然后两套呢都是来自于 Jean-Paul Gaultier。我这一套是来自于 Jean-Paul Gaultier 和 Glenn Martins 的一个联名，然后我很喜欢，这也是在就是社交网络上爆火的一套，就试错觉系列。它著名的是那条裙子的试错觉，然后我挑的这一条呢是它是一个半截，可以看到吗？就下面是个牛仔裤，然后上面是一个背心，然后很有意思的是，哎。他这个腿有一个在外面，所以就会形成一个就是让人看了很想看啊，看不懂摸不透不知道你在干嘛的感觉，我就很喜欢。你呢 Sailor Boy？ 我就是 typical 张伯格贴 boy， 然后上面是一个试错觉，让你瞬间拥有胸肌和腹肌的一件试错觉上衣，然后下面穿了一个深蓝色的喇叭裤，就是一个这个试错觉加一个类似于水冰的这个裤子。这次是和 Paco Rabanne 的现任设计师 Julian Dozena 设计的，所以也是非常的期待这两个人的合作。那我们秀场见吧。巴黎 Vogue， 对，巴黎 Vogue。这音乐断断续续的，搞得像你跳得很好一样。怎么了？你这舞不配吧？一会儿你来，我不敢来，我要像折手，把自己要绑起来。I'm so fucking cute, bitch. I'm so fucking cute.
家看一下，当了半天灰姑娘，我们终于吃上了我们应该吃的东西。当了半天你没戏，然后立刻变成睡衣 girl。下一遍一场不用露手、露手臂、露腿，立刻吃起炸鸡，开心的很。但我要露腰，那个腰勒的还蛮紧的。你不用。我们快吃了，还有五分钟了。哇，五分钟，再多塞两根薯条。回来想吃蛋糕。回来再吃吧。我们现在换了套衣服，换了个地方，因为我们要开始去看我们的第三场秀啦，最后一场秀了。然后呢，是去看 Valentino 的，噔噔噔噔 ，Valentino Haute Couture， 当当，就是这个样子啦。然后呢，这次他在一个很特别的地方，他在那个 Château de Chantilly 象棋城堡安排了一个大巴。我们跟那个 Valentino 说，不用不用不用，我们有自己的那个司机师傅，我们可以自己去，不用麻烦。他说不行不行，我要安排一辆大车，特别隆重的把你们接过去，大抬大轿。对，但其实也蛮好的，蛮环保的。对的对的，很贴心的是在路途上还准备了一些小零食，比如说水。对，然后听到水这个在那个大牌咖啡厅里面可是要卖大价钱。对的，然后还有一盒腰果杏仁，这个很好，这个我喜欢。哦，是一个马德琳，马德琳迷你小。来，观众老爷先吃，啊呜啊呜啊呜，我们来给大家试一下味道，这大小还不一样嘞。哦，等一下，我有杏仁指甲。哇哦 ，amazing！ 嗯，有点柴。有点干，所以喝口水，喝口Valentino的水，好吗？啊，Valentino借了我一个这样鱼鳞一样的包，给大家看看我带了些什么。首先，我的手机，然后我的唇膏，就是一个润唇膏，对的。然后一个我的药，因为我有病。药药切克闹，我药不能停，就是我有黑飞蚊，所以我要时不时的滴一下我的鼻子。现在就有一点堵了啊。然后我的耳环，我的耳环，然后呢，为什么没有戴？是因为夹的有点疼。然后一个简易的针线包啊。大家欣赏一下露露的手艺。然后就是瓦蒂诺的香水。艾叶先生确实需要它喷一喷，因为这个时尚的环境过于恶臭。这个味道很好闻啊，我们之前在那个另外的平台给大家推荐过这艾叶香水，就是给人一种非常想要 party 的，然后夜晚精灵的感觉，非常 fresh 的感觉。然后今天就是场地也是在郊外的一个 Chateau， 然后也是一个夜晚，据说那个秀场结束之后还有个大派对。是的，我觉得应该蛮合适的。鼻涕流下来了，真的没有骗人。你是不是要喷一下药？我要上药了。一人保护一下，一人保护。大家放我们的那个穿用音乐，最美不过夕阳红，温馨中夕阳是满开的花，夕阳是陈年的秋。会不会走进去之前鞋子就坏了？没事，我们到了，看你们后面超级超级美的城堡。哇哦！又是大街 T 恤，发现那个之前在那个西班牙广场嘛。对 ，P P 真的很喜欢大街 T。应该会很好看，因为每次就是保佑大景的时候，很壮观，都会更用心的设计一些。
falling, lips are falling, hair is falling to the ground. Slowly, softly, falling, falling, down in silence to the ground. Completely love you. Bye bye, Valentino. There's no memories, no change in life. 真的很好看，想拥有这片刻的，想拥有这片刻的欢愉。这个片刻的欢愉可是散尽千金才能换来的。大家也可以就是拥有同款香气。好的，那今天非常繁忙的一天，一天三场秀，我下次再也不一天三场秀了，三十场，一天三场秀就结束了啊。然后我们现在呢，要愉快的回到巴黎去学习一下啊。希望本次的 vlog 大家可以看得开心，看得愉快。那我们一般不看秀，一看就是看顶级的高水准的秀啊。那这次经历的四场秀都让我印象非常深刻，也不知道大家喜欢哪场秀。可以在弹幕和评论里面告诉我们。那本期节目就这样，那我们下期 vlog 再见，拜拜。啊，工作结束了，我们来干嘛？我们来回家。你注意发言好吗？我们家在那边，不在这边。人家都不是我们要来的，我们不是八吹，是我们那个。这位我们团队的八锤硬拽着我们俩来的，我说快陪我来拿一双新的鞋，他新的鞋就长这样，他还要再买一双，又买一双，快快快快去吧。第三双我已经拿了一对高定的。哦哟！下次让这个八锤来展示一下他的收藏。对，阿波主。就是每次到巴黎这家店员是最舒服的，为什么呢？因为就是有底气。有啥底气？买的多。你是有卡还是有钱？